我发了，他生气了，怎么办？嗯，太过分了！这次我给你取的第二十块地了，你完没完？听我给你解释。可别人给我等着！你干嘛去啊？今天该我收拾你了，得罪了。嗯，人呢？你干嘛呢？你以为给我包饺子就完事儿啊？不是，我感觉我抑郁了，我一会儿不做点东西吧，我浑身难受，白跳给我做完了，你再去给我买点茶，我再剁。你好好的，怎么能得这个病呢？ 我感觉我双十一没有发挥好，你说我再剁点啥呢？啊，老婆，这个双十一没发挥好，不要紧，咱们还有双十二呢，你继续奋斗啊，你要控制你自己。就这点钱，他也不够发挥的呀。嗯，我这还在卡呢，啊，回去买家待两天啊，你一定好好发挥。不就来点东西吗？这不两米了还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今天我特意为你做了两个新菜。 快尝一尝！什么？这是为我做的？什么呀？快吃饭，老公。好吧。等一下。你有完没完？我吃面条。我就知道你嫌面条，来换一下吧。我。啊！你们搞错了。呀，老公，喝茶呢。够了。<笑> 爸妈，吃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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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一只螃蟹，我直接拿肯定不好。我应该先给我爸，我爸一定会给我妈，而我妈会心疼儿媳妇儿，而我老婆当着爸妈的面就一定会拿给我吃。螃蟹顺理成章就归我了。哼，爸，你是一家之主，这个螃蟹给你吃，你妈辛苦，给你妈吃。给儿媳妇吃，明天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 老公，你赚钱养家很辛苦的，你来吃吧。不客气了，吃吧吃吧。熟了吗，老公？熟了熟了熟了，太好了，小的熟了，大的肯定也熟了。来，给你爸，给你，吃。你们这螃蟹没有按我吃的呀？吃你自己吧你。儿啊，你不在这几天，你媳妇净给我们吃馒头，你看你妈瘦的。不是的，爸。 他年纪比较忙，我给你们赚点钱，你们买点好吃的。爸妈，你们这么套路你儿子，他会跟我生气的。你放心吧，有我跟你妈呢。男人手里不能多挣钱。你胡话。喂，老公。我的女神最近是不是太忙了，没时间好好吃饭？小的给你赚点钱。我没把爸妈照顾好，你不会跟我生气？小傻瓜，是妈让我给你打电话的，她说你最近太忙了，人都瘦了。 是我出差在外地，没照顾好你们。你对我太好了，回来再给我带个礼物。<笑>拜拜，太好了，哎呀，我这么快就到站了。报账，快点报报报警！哎呦，我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走错包厢了。你怎么又喝多了？什么走错包厢了？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继续喝啊！啊，喝好了再回来，去。 嗯，喂，我又出来了，去哪打牌？等我马上到。嘘，5分钟你要是到不了家，我让你一无所有。吓唬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说到做到。接着玩。哎呦我的妈！ 晚上出来喝点啊！不行，你嫂子现在管得严，出不去。这点小事看我的！你有啥办法？你还不如我呢。哎，媳妇，谁这么给你打电话？我不认识这个号码。开免提。喂，宝贝儿，干嘛呢？这你别吓我！你别吓我！我不认识他！哎，你干什么去？你谁呀？你给我打电话！ 哇，你这招也太厉害了！我老婆一点都没察觉，老地方这老地方，哎，等水哥呢吧？你俩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喂，水嫂，这是你提供的信息，我已经找到我老公了，你慢慢教育水哥吧。媳妇儿，我不喝了，我吃完了，你赶走吧。
哎，别呀，单我已经给你买完了，只有给你买了两箱，今天晚上喝不完别回家。妈，走。别给我麻烦了，你住这边今晚走。爸，你帮帮我呀！这个我帮不了你，快点！哎呦我的妈！